先去洗澡吧。阿嬷说先洗澡。你自己都没在洗的。那什么 attitude 啊？那什么 attitude？ 拽姐的 attitude。拽姐嘞，爸爸叫你写功课你就写，我叫你洗澡你为什么不洗？你要给我做榜样，你先示范一次。你身体上比较多细菌，你要先示范一次吧。我身体上没有你那么多细菌。妈妈被逼疯了，去帮我开酒去。OK， 我现在就去写功课，拜拜。哎，先去洗澡吧。阿嬷说先洗澡。你自己都没在洗的。那什么 attitude 啊？那什么 attitude？ 拽姐的 attitude。拽姐嘞。爸爸叫你写功课你就写，我叫你洗澡你为什么不洗？你要给我做榜样，你先示范一次。你身体上比较多细菌，你要先示范一次吧。我身体上没有你那么多细菌。妈妈被逼疯了，去帮我开酒去。去帮我开饼干。我刚才运完动之后呢，正准备要洗澡，然后徐老三就进我房间，然后看到我就说：“妈妈，你有双下巴哎，好几层。”然后就有点不爽，一直也没有到好几层，就是也是有啦。然后我就说。OK， 那就是因为妈妈胖了啊，所以我刚才又做运动啊。我说，但是虽然有双下巴，但是妈妈还是很漂亮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她竟然说，我想说客套话，我不想说客套话。你说她还是我要夸奖她这个人很诚实呢，还是要说，就是你可不可以多说一点好话？反正他真的是，我斗不过他。正准备要洗澡，然后徐老三就进我房间，然后看到我就说：“妈妈，你有双下巴哎，好几层。”我斗不过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